这边要打针，宠物要打针，幼儿要打预防针。嗯啊，但是你哥哥墙壁打针蛮好，我的大弟真天才，竟然帮墙壁打针啦！我们来看看吧。你把这面墙刷一刷，等一下我再回来看哦。刷油漆这种工作根本难不倒我，开什么玩笑？我是台湾油漆工呢。水电工哪比得上我嘛？你们就有漆啊，怎么会变这样？奇怪。真是太诡异了，刚才在哪会了？这屋主该不会在墙壁藏尸体吧？哼，是不是血啊？还是刷子撞到墙壁流血了嘞？哼。这些都没有到，赶快刷一刷。哼。终于完成了，叫屋主来检查了。